多謝《招雜誌》將個獎項頒俾我哋，亦都多謝咧各位評審啊，俾到我哋好嘅分數啦，讓我哋可以攞到呢個獎。咁啊，新進發展商咁其實咧啊，老實講，可能咧可以提名攞呢個獎嘅發展商都唔多。咁但係咧攞到呢個獎，對我哋公司我哋嘅同事咧係一個好大鼓勵嚟嘅。咁啊，我哋響2013年、2014年。分別攞咗一塊執啊屯門啦，同埋呢個啟德嘅地，咁其實去到下一年咧，都會去到市場嗰度咧，係開始銷售噶啦。希望咧，我哋公司咧更加能夠做到好嘅成績，啊，同有啲同業咧做更多好嘅 project 俾我哋香